古来有好多真正彻底明了的人，他在一生修行当中所表现的就是一卷阿弥陀经，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舍弃了。近代印光大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老人家的道场苏州灵岩山寺，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平时用功的就同打佛七一样，一日六支香，平时一日六支香，一支香是一个半小时。这个道场他老人家定的规矩定得很好，第一个不收剃度的徒弟，令十方的人到这里来修行，和这个道场关系都平等，等于说没有亲疏关系。这个道场任何一个人不可以在这里里面收出家徒弟。第二，不传戒。第三，不作法会。第四个，不讲经。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最多只是在念佛当中讲一些开示，这个开示警惕警惕大家，是这样的，专修啊。所以一个道场就怕杂怕乱，所以我们时常提醒同修，真正道场要有道风和学风，道学嘛。咁呢个结算系一个道场，但系根据呢个标准，依家我哋所能见到嘅道场太少太少啦。古时候确实系咁样嘅，所以道场能成就好多人嘅。呢个道风就系修行嘅方法。譬如好似这个印祖的道场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年365日，日日一样，上念佛七，这个是他的道风啊。学风专依净土五经，五经以外的通通唔涉猎啦，都唔睇，都放下，学风啊！学风系解门，我哋修学理论嘅依据，道风系实行，我哋真做啊！咁叫做道场。假如这个道场里面学得好杂，学得好多，同学在一起，实在讲无所适从，这个不能成就，
咁讲得好听一啲，种一啲善根㗎咋。除咗种善根之外，冇办法成就。因为乜嘢呢？因为不专不精。我哋讲精进，佢唔系精进，佢系多咗就杂啦，系杂进，系乱进，佢唔系精进，所以呢个不能成就。呢个系我哋应当要注意嘅，要特别注意。信愿持名一行，呢种修行方法不涉思维，涉是涉及，思维就是所谓不需要用其他方法参集在里面修，专修就得，就好似大势至菩萨所讲的不假方便，这个地方讲不涉思维和不假方便的意思完全一样，用不着禅，用不着咒，用不着什么都用不着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看几简单几容易。就咁一句佛号就完转五族，呢个前面讲咗，五族系圆圆满满就转过嚟啦。呢两日电视新闻里面报告，台湾喺旱灾缺水啊，我哋馆长发咗慈悲心，通知台湾。我哋道场要求雨，佢今日问我求雨应该点样求法？禅门日众里边有求雨嘅仪规，一般人做嘅。莲池大师过去住喺杭州，佢嗰个云妻子喺杭州。杭州有一年干旱，杭州的太守呢知道莲池大师是一个有道德的高僧，去求他，请他出来求雨。老和尚呢就说，我这个仪规都不识，我只会念佛，除了这个之外都不识。但是求雨是大众的事，亦不能不做。他老人家拿着木鱼叫徒弟跟住他到外面去念阿弥陀佛求雨，果然奇怪，他念到哪里雨就落到哪里，真灵啊。所以莲池大师连求雨亦是信愿持名一行，没有其他的事了。各位呢，你睇《莲池大师传记》里面有记载，无论做乜嘢、求乜嘢，通通都系一句阿弥陀佛，仲真有用啊！换一个名堂嘅时候，讲老实话，效果就差好远。就呢一句佛号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唯信乃入。你唔信，咁就冇用啦。你如果真嘅相信，非思义所行境界，呢个系照应前边一句，布施九法界众生，靠自己力量能够明了嘅。切非本师内入恶世，是得菩提以大智大悲。见此行此说此，众生何由品此也哉？这个是讲，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，以大智慧大慈悲将这个事情看得清楚，而且自己就这样做，这个见此是
是持名念佛成佛。这个他看清楚，他就这样做，他为我们讲出，我们才知道啊，只能够跟他学啊。现五人处劫俗中，决定为时所诱，为苦所逼。这后面讲这个五俗难超啊，我们处在这个大时代，这个炎污的时代里面，决定为时间所诱。这个诱好像是囚犯关在监狱里面走不出来，换句话说，走不出这个劫数啊。俗语是上说，在劫难逃啊，就这个意思了。这句话就是在劫难逃，你为苦所逼，这个真苦啊。处见俗中，决定为邪智所缠，邪思所惑。咁呢个我哋今日睇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唔学佛嘅人呢、这个就唔讲，你睇学佛嘅人几多行上咗邪道，遇到邪思啊，行上咗邪路。发嘅系好心，但系不能成就。我哋见到呢啲人，当然会生同情心，会产生怜悯心。我哋希望帮佢哋嘅忙，能不能帮得上呢？换句话讲，你劝导佢，佢能不能回头呢？唔见得。而且劝导仲要有善巧方便，一定要知道呢、这个时代劫俗时代，众生族啊，法弱魔强啊，正法的道场冇几个人嚟啊，邪法的道场嚟嘅人成千上万，逼都逼唔喐啊。呢啲魔外有佢嘅护法神，我哋自己道德定力都唔够啊，唔系佢嘅对手。咁换一句话讲，真正修行人要了解时势嘅环境。冇呢个自节因缘，一定要成就自己。道众生是我哋嘅本愿，唔着急喺一时。魔依家喺兴旺嘅时候，极盛嘅时候，你呢个时候同佢斗啊，斗唔过㗎。佢有衰嘅时候，等到佢衰嘅时候，到败亡的时候，法运兴盛起来，那个时候再度这些众生不迟啊。这个是一定要有智慧观察，要有善巧方便。诸烦恼俗中，决定为贪欲所陷，恶业所窒。这个在现前社会当中，我们亦看得非常清楚。
这个世间哪一个人不贪呢？贪是一个陷阱啊！我们看到很多人往这个陷阱里面跳，这个可悲啊！贪图世间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这个是三恶道的陷阱。贪图出世间的佛法，还是三恶道的陷阱。为什么呢？佛叫我们断贪心，不是叫我们换贪的对象。这个需要知道，所以不单世法要放下，要舍弃，佛法亦不能执着，亦要放下。还有很多很多好的佛法我未学，不怕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也不迟啊，何必在现在命族当中寿命很短促啊，哪有时间学这么多法门啊？西王誓愿里面讲得好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我时常讲这两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办。现在我们要办的是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们要做这个。度众生我们要发愿，和诸佛如来的愿无两样。今天我们急需要做的是断烦恼，是要离开五浊，这个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办的大事。所以这些大经大论，纵然喜欢它，亦暂时将它放下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讲，那就对了。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处众生族中，决定安于囚围而不能动觉，甘于掠弱而不能奋飞。众生族就是讲我们今日的社会，众生可以讲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。在这个社会污染，大多数人心不清净，念念都在这里造恶，所谓的即非成事啊。我们看习惯了，以为这些是正常，这些是自然的，这些是对的。所以今天讲贪财、贪名、贪利、争名夺利，这个社会呢，这些是正常的，这些是应该去竞争的。不但不反对，还鼓励你啊。你如果是不要这些名利，这个人傻瓜，这个人糊涂啊，是非颠倒啊，善恶混淆啊，
今日是这样的一个社会。所以众生住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，他就安于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是严重污染的环境，臭味是污染的代名词，而不能动觉，你没有办法看清楚，你不会在这个里面觉醒过来。甘于略弱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甘心情愿同流合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能纷飞，不能摆脱啊。处命族中，决定为无常所吞，石火电光措手不及。命族寿命短促，再加上疾病众多，我们中国古德时常讲病从口入，不但这一切肉类是治病的根源，印光大师讲得非常好，讲得好透彻。今日就是植物啊，连我哋食嘅，亦系疾病嘅来源。点解呢？呢啲植物都用化学人工去培养佢，再加上农药。美国仲算好一啲啦，台湾嘅蔬菜、稻米都掺杂咗好重嘅农药。我哋从前喺台中，李老师一生系食长寿嘅，佢非常感叹嘅讲：米啊，台湾嘅米里边有滑石粉，嗰、那个米好漂亮。佢话依家啲人啊，边度唔系三餐喺度服毒啊？人点会唔生病？食素嘅人已经三餐服毒啦，嗰啲肉食嘅就更加唔使讲。所以呢个社会上奇奇怪怪嘅病，从前冇嘅，奇奇怪怪嘅病系越嚟越多。呢、这个都系处命族之中嘅，所以呢个健康嘅人越嚟越少，决定为无常所吞，这个是点名，石火电光，这个是比喻短暂，人命无常，一口气不来，措手不及，这个时候后悔回头都来不及了。所以一定这个修行方法在极短的时间能成就，不需要很难很困难就能够修学这个法子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才能够成就。若不深知其甚难，这句话好啊，真的对我们修行的人呢，特别是有高度警觉心，希望这一生
永脱轮回。对呢啲咁样嘅人，能够当头一棒，你知道五种超越难，太难太难啦！无论修学边个法门，都唔容易超越，所以你要深知其甚难。将为更有别法，可出五种。唔好以为仲有其他嘅方法，实在同你讲冇啦，冇其他嘅方法啦。要想超越五种恶世，呢一生当中圆满成就佛道，只有呢一个方法。风波杂雷，气论纷言。风波系烟火未慢嘅样啊，好似呢个房屋被火烧起嚟啦。嗰、那个警觉嘅人赶快逃命重要啦。迷惑颠倒嘅人仲喺嗰度讨论，气论纷言，仲研究呢个方法嗰、那个方法，都系冇用嘅。这个后面这几段开字，实在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为深知其甚难，方肯死尽偷心。保持一行，这个死尽偷心，投机取巧的念头，亦就是说仲以为有其他的方法将这个念头吞进，这个叫做死尽偷心。印光大师做到了，莲池大师亦做到了，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呢？深知其甚难啊。所以一生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保持一行，将这一句阿弥陀佛看得非常宝贵啊。此本师所以极口说其难审，而今造我等当知也。初普劝警，这个就是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实际讲，佛在这里为我哋展现嘅呢个样，亦就系十方一切诸佛喺佢自己教区对一切众生，就好似释迦牟尼佛今日对我哋呢个讲法完全一样，苦口婆心嘅将这个事实讲清楚，事实搞清楚了，我们才知道真难。佛感至劝导我们，这个方法容易成就，必定成就。能相信、能发愿、能念佛的人，果然都成就了。
这个是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真正能体会诸佛如来对众生的恩德。无任何可以同他相比，这个恩德太大了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弗及诸比丘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，问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牛尾大师末后一段是法门不可思议，难信难知。从乜嘢地方睇出嚟呢？无一人能发问者。这个经各位细心去观察，世尊虽然叫住舍利弗，舍利弗，舍利弗从来没有答复一句话。点解一句话唔讲呢？对呢个事情一无所知啊！讲乜嘢呢？能答嘅多少要知道一啲。呢、这个点解无知呢？为佛境界，不但呢、这个叫住舍利弗，舍利弗答唔出嚟。就是叫住文殊师利，文殊师利也答不出来的。感字显示出法门不可思议，显示出难信难知，因为它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而且不是果地上的部分，是果地上的全体。如果是果地的局部，等觉菩萨能答得出来。发生大事多少亦有一些消息，那个是圆满的境界，那个是等个菩萨都冇份嘅。无一人能发问者，佛之鉴机，佛嘅圆满智慧照一切众生啊！知众生成佛圆熟，这一句非常重要，不可以轻易的看过去。所以这个法门是对什么人讲的呢？对众生成佛圆熟的人讲的，因为听的人听了他就相信了，就发愿就肯做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所以这个法门不是教菩萨的，不是教你成菩萨，不是教你成罗汉，不是教你成辟支佛，是教你这一生成佛。你将这个法门去劝你的亲戚朋友，他们不相信，你心里面很难过。你难过什么呢？仔细看看他似不似个佛呢？他成佛的机会未到啊，
分离咗佢而唔相信啊！我哋同佢讲有咩用处？同佢讲佢唔相信，呢个系正常现象啊！佢如果相信啦，咁至奇怪啊！成佛愿熟嘅众生少啊，少之又少啊，唔多啊，不成佛嘅嗰啲众生，系造作罪业嘅众生，嗰啲人多啊。呢啲事实我哋都要了解，我哋自己听咗生欢喜心。这个真正肯发决定的大愿，一心持命求生净土，我们自己要庆幸自己，原来这一生我成佛愿熟了。所以有这样殊胜的因缘，遇到呢部经典，遇到呢个法门，呢个系得诸佛如来本愿威神嘅加持啊！呢个经典方法就系加持我哋，我哋接受过嚟就成就啦。无问自说，佛仲等人问咩？不必等人问，人哋问唔出嚟嘅。呢、这个不必等人问就自说啦。呢、这个经系无问自说，令得四益，欢喜嘅利益，生善嘅利益，对治恶习嘅利益，得第一义嘅利益。呢四色坛前面都讲过啦，于事语化，就好似我哋需要雨嘅时候，雨就嚟啦，风调雨顺嚟嘅时候，正得其事，故欢喜顺受也。咁呢个就比喻我哋嘅缘成熟，乜嘢缘呢？成佛嘅缘，真实难得。真正稀有，生欢喜啦，身心而悦明欢喜，毫无意义明信。我哋对佛所讲嘅一丝毫嘅怀疑都冇，完全肯定嘅相信，呢个系信。令纳不忘，我们接受佛的教诲，明明白白记在心里，念念不忘，这个叫受，完全接受过来，感大恩德，投身归命，感谢世尊无比的恩德，投身归命就是全心依靠，这个就是讲的信受奉行，依照佛的教诲认真的去做，这个名作礼。这个是解释欢喜信受作礼而去，依教修持一往不退，命而去，法会散了，散了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法会散了
是修行的开始。所以这个去啊，葬礼而去，是去真做真修啊。净土法门，理论境界，那些是为佛与佛智能真正明了的，但是修行的方法简单容易，只要求信愿持名，直接稳当，而且是即缘即顿，人所难信，亦是人所难知啊。我哋能信能知呢、这个原因，就是成佛的缘熟啦。好似无量寿经所讲嘅，听咗呢个法门，能信发愿求生，呢、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。我哋今日对呢个法门生起真正嘅欢喜心，咁就係经常所讲嘅，我哋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今日成佛嘅机缘成熟，蒙佛加持，我哋生咗欢喜心，生咗决定嘅愿，一心执持名号求生净土，呢、这个系真成熟啦。呢、这个真成熟啦，必定系万缘放下。不但不为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众生，佛法里头所有一切经教法门，我哋接触到亦不动心。我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决定求生净土。呢、这个人啊，系成佛嘅缘，真嘅成熟啦。十方诸佛欢喜啊，睇到你欢喜啊，赞叹啊，护持你啊，为咗你呢一生成佛，永脱三界，圆超五俗啊。呢个系我哋自己要庆幸嘅，自己要努力，一定要一心奉行，唔好辜负自己无量劫嘅善根，唔好辜负诸佛嘅加持，唔好辜负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为我哋讲出呢个法门，亦不能辜负牛奕大师咁样详细同我哋解释。我哋咁至真正能够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今日我哋呢个弥陀经要解到呢度就圆满，同我哋预定嘅时间啱啱好相符。呢次讲呢一部经呢，难为张德胜居士在这里为我们录影服务，开讲的时候他问我要讲几多次
我讲四十八次。今日我哋系第四十八次圆满啦。好多谢各位。